哎，你报警是那个，起火了是吧？小心吧，明火。没有明火了吗？这是冒烟吗？你打五分钟吧。凌晨一点，成都市中心的魁星楼街，小区里的老化电线引起了一场火情。迅速出警的是临近的花牌坊消防中队。先出来，要外上楼。你们还在设计呢。有一居民扑救及时，当队长王春林带领中队赶到现场时，已未见明火。先将水边拉开。那我们终于搬回来了。早晨六点，中队晨跑。由于营区场地有限，晨跑只能在附近公园的步道上进行。按照规定，消防队员人不离车，所以即便是晨跑，也都需要携带战斗服，开车前往。四川省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花牌坊中队位于成都的中心城区，是个只有20名队员的小型中队。虽然平均年龄只有26岁，中队队龄却超过65年。队长王春林入伍16年，因作风硬朗而被称为成都消防救援支队的魔鬼指挥员。虽然脱下军装，但他依旧保持着当兵时的习惯。无论工作强度有多大，他都要求全体队员每天负重15千克，跑步5000米。今天很有幸，来到那个金牛区枣子巷社区，给大家街坊邻居做一个基础的那个消防宣传的一个培训。国庆节临近，为了提高辖区内的居民防火救火意识，王春林带着抢险救援班的队员，给营区附近的居民做了一场科普演讲。在线路短路的，我们第一个。别抢险。什么事？被困惊吓呀。马上。不好意思啊，下次再见啊。这样吧，阿珍，走吧。突如其来的增援命令打断了王春林的宣讲进度。3000米外，4名检修管道的工人在井下失去了意识。达士西路与一环路交叉。就在那个地方，北花滩，北花滩公园那儿子。我中队出动14人，大队干部中队王春林，增援8队，井下9人。好的，下一个气瓶，拿一个安全绳吧，绑好。床，把空腹背上，我们两个到时候下带根那个安全绳。被困的工人位于井下3米的管道内，管道长约30米，狭窄的空间仅能容留1人匍匐进出，救援只能依靠单人力量将工人们一个一个的从深处拖拽出来。由于长时间缺氧，工人们已经处于昏迷状态，情况危急。井它不深，但是纵深长，一栋工区院的长度达不到15点，空间比较狭小。我们空腹只能够抱在怀里面到达那个被困者的地方。救援人员的心理的素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，体能要求也比较高。试一下那个，慢点，注意头，注意头。拿过来。120厘米，先洗了羊，这个安全绳不够了，拿个50米绳出来。不要失气，慢慢来。好，
前面七个人报的。来把空进过。啊？确认一个都没得了吗？你们那个地方啊，一个都没得了。那个八队一个井下救人，现场十个人，询问他们那个施工方，十个人已全部救出来了。我好快的速度往上推哦，外面。懂了，我出一车四人，大家干嘛转往村里，到福清西南路九月三。工人们被送上了急救车，新的警情接踵而至。辖区内的一户居民家中倒塌的衣柜，将卧室房门牢牢抵住，无法进出，无奈之下，只得求助119。真太感谢你了，你这动也不是太大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哈。谢谢啊，没事没事。没有。王春林所在的花牌房中队，担负着辖区内12平方千米范围的消防救火、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任务。由于地处闹市，人口密集，警情频繁，花牌房中队每天接出警量，处于四川省消防系统的首位。我中队接出警最高的时候应该在6000次以上，平均每天接出警大概在16次。今年截至国庆节，我们中队共接出警是1447次，平均每天5次左右。这是一个常态化。社会救助和抢救援占了整个接出警的2%以上。全班马蜂筑巢频繁，王春林和队员们的工作也因此多了起来。在驱马蜂窝，在夏季，一天驱个4-5个，多的时候有10来个，已经是常态化。这可能取决于成都的地理条件和气候，相对于北方要多一点。多了呀，509呼叫。请问取蜂窝地址？华林明白。擅长打火和救援的王春林，也因此和队员们针对不同位置、不同形态的马蜂窝，总结出各式各样的摘取方法。转，没事的。一会儿下来，我这踩起就是。先转圈圈，只要燃起，完完全全面燃烧过再对。再燃，转嘛。可以，慢点。里面还有好多小蜂子哦，在蜂蛹。爸爸。哎，你明天是不是放假了？王汉月，你明天上午干嘛？34岁的王春林是2个孩子的父亲，每个月王春林和孩子团聚的时间只有4天，但如果遇到战备，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则会更少。可以哦，有点厉害哦，你们老师教的人好哦。我爱你哥哥，快点，我发现她一个小女生真的是天生爱美，2岁就穿高跟鞋。
哎，你喊我119。晚上10点，居民报警。王春林顾不上一天的疲惫，出警抓蛇。半个巴掌那么大，有好长呢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？比夫，但你不确定是不是蛇，是不是？好。啊？有可能是吓到了。我上次说，我说你那蛇好长哦，他说哎呦长得很哦，几米长？就几米嘛。他说跟个人高差不多嘛，真的呀？那那边是哪？这个位置？你让一下我看一下。就是在。在中间。他就拿手机照着。哎，朋友。哎，看到了吗？你儿子看了。比夫。我看到了。好长的尾巴哦。你找个啥小盒盒嘛，我给装了，给带了，带了装到盒盒里面。哦，不要。我们要装到那些，要才好带的嘛。哦，马上。放下去吧，放下去。他这种有没有毒嘞？没毒。没毒。不害怕的呀。80多块，都吓到了，他怪兽都吓到了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这是人家叔叔给带的，看没有？谢谢你们啊，看没有？好，好，拜拜。一直都麻烦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没事没事的，好。深夜11点，社区居民报警自杀，王春林和队员再次出发。哎，我119的。都是。你们有个朋友报警自杀。哪个是自杀嘛？啊？哪个是自杀嘛？我酒喝多了。你看那个号码是不是你朋友的？是你朋友吗？哎，我跟他开玩笑，他跟我开车的。像这天接触警那个自杀，实际上是一个假警，是他朋友给他报警是自杀，但是类似于这种警情还是比较多，不管我们是遇到的是真警还是假的警，我们都按照一分钟出动，第一时间到达现场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所在。这一天，王春林和队员们已经连续出警超过20小时。由于地处闹市，中队没有自己的训练场地，水袋操、泡沫操这些专业技能的训练只能另想他法。辖区内的警情大多需要队员爬高上低，王春林为此开发了一套爬绳训练操。午饭后，刚合眼休息的王春林又接到报警电话。是你们报的警吗？啊，是在几楼？在2楼。报警的是一位10岁左右的小女孩，她的同学被坏掉的门锁反锁在了家中，开锁匠人无法及时赶到。有没有人哦？情急之下，小女孩只得向119求助。你把上面的开开，下面我就打开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你要多注意哈那些东西，就把那个锁你到时候自己把换了就是，锁都没换，就把舌头换了就行了。对，老板先走了哈。好，你要下去把锁换了。没事没事，好。青阳东二路，那个钥匙已经打开了，我们准备取下一个钥匙。取钥匙是中队抢险救援和为民服务中经常要面对的情况。1998年3月，成都消防率先在全国提出有警必出、有灾必救、有险必抢、热情服务的16字方针。从那以后，装备齐全的消防抢险救援车悄然出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。报警取钥匙的居民家中防盗门使用了新技术，常规开锁方法不能奏效，居民只得报警求助。
这户居民家住二十层，从大门进入的方案已经行不通，王春林决定从二十一层的室外索降到二十层。走。大哥，上一大哥我进不去。吴先生，走，请到里面看哈，到里面，到没有？喊保洁员下来。不用，相信有人自杀。傍晚时分，中队接到了来自湖南网友的求助电话，他的朋友在微博发帖宣称下午五点自杀。然而这条报警信息除了一个小区的名字之外，没有更多的具体资料。他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信息，像这种自杀警，你不管是真的假的，你必须核实到最后，你不核实到最后，你说不准。出警的队员半信半疑时，警情出现了变化，报警的网友给队员们发来了自杀者的病历。女娃子，17岁，9月28号来的那个救护车，她具体是去了几栋几单元？病历显示，就在几天前，自杀者曾被120急救车抢救。顺着这条抢救信息，队员从小区的安保记录中查到了具体楼层以及房东电话。有人吗？喂，你好。带了一个娃娃叫住在里头的嘛，你方便？对，等他过来哈，我们把那个门打开下来。他吃药的可能性还是有点大，疑似是在里面吃了安眠药，就是现在120还没来，麻烦你通知一下。OK， 打开。大院里开的。等。那个在那个送啊，我总机刚把那个让120腿过来，先先放外面，我的这个，哦是，往前走。你吃的药还在房间里面吗？地上串儿全部照一遍。这个是他现在吃的那个治疗抑郁的止痛药。口里面已经有泡那个白色的泡沫出来了。国庆节即将到来，中队也将进入二级战备状态。王春林决定和队员们吃顿烧烤，提前过节。哎，嫂子，等，不，啥事？伙计，什么事啊？管活，关起，全出！来住！管活了没有？把气管灭，把气管灭啊！俺哨兵管就是噻，你跟哨兵说，哨兵管。临近的一处厂房着火，火势迅速蔓延。指挥中心呼叫增援，王春林带着战斗班迅速出警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有明火，临近的中队都会调出去增援。火势因为是那个厂房，相对调的那个增援中队比较多，因为第一时间要控制火势。前方返回的情况，那个现在的火场里面内部可能前期侦查有煤气罐。在车上的话，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一个作战力量编成，比如说供水。对，保证我们首先保证灭火器的充足，第二就是前期的一个侦查，切勿那个盲目的进攻。从哪儿子进去啊？从哪儿进去？人家就报警去了，就在这儿等。功夫难哦，功夫进攻。好的。大连哥，准备雷锅。雷哥，哎，我看到了，你
前面车上去拿支水枪过来，动作快点，对对对，动作快点，这儿铺干线，冲，来用这儿干线铺，往前面铺，这儿铺过来，来上，铁王这儿是等着开开关哈，来水枪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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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由于空气呼吸器最多只能使用30分钟，王春林和队员们需要不断进出火场轮换打火，每次只休息5分钟，他们又会立刻投入战斗。2个小时后，大火最终被扑灭了。天下起了小雨，王春林的作战服已完全浸透。没有存活的中队可以返回了。我们撤了，收装备，把装备器材找齐。我们中队救援员较多，但对于消防员来讲，救援员是战场，火灾也是战场。10月1日，成都天府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升旗仪式。紧邻广场的花牌坊中队负责集会时的消防安保工作。过去，花牌坊中队用时间、汗水、热血守护着自己辖区里的百姓，10年累计出警量达26166次，营救被困群众超过3000人。如今，这群年轻人拥有了新的身份，成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中的一员。他们继续用青春和汗水，筑起一个又一个辉煌。